和爱电源和体胶，棒！大家好，陪金妮打金妮，我是波妮。今天金妮和波妮一起，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可爱的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鲨鱼宝宝。今天我们要拿鲨鱼家族烤松饼来对决，波妮准备好了吗？当然喽。那么现在就开始挑战吧 ，Go Go！鲨鱼宝宝的眼睛很大，大眼睛，鼻孔，好奇怪，要画得可爱一点，画得好难看。鲨鱼宝宝结束，这么快就画完了？鲨鱼宝宝非常简单，波妮你怎么画得这么认真？当然了，这是我的脸，当然要画得好一点。是不是画得太模糊了？是不是有点太花的随意了？像半边都一样的鲨鱼宝宝，我刚刚不应该先画白色的。着火啦！好，第一个鲨鱼宝宝，现在就来确认一下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是有任务的，互相为对方选择墨镜。我给你选一个非常好的。带着这个滑滑粘在上面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然后爸，我也给你选一个。什么呀？太小了，我戴不了。不会的，能戴上。好奇怪，很适合你哦。我看不清楚啊。比我看得清楚吧。好，那么现在画画吧，开始。是妖怪，还不是呢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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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奇怪呀！不可能会奇怪，现在非常奇怪。带着这个画画已经算很好了，脸为什么画的和西瓜一样大？因为我的脸有点大，和西瓜一样大。给我啊！你的眼睛有点暗眼，我很喜欢。还是把它粘起来啊！不行，那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只给你粘一边。为什么？我很喜欢这个。感觉不分胜负啊，几乎哪里看出不分胜负？不分胜负，你看不见吗？你是不是看不见？不是，这次画怎么这么好？看不到。好，这次把第二个松饼一起翻过来确认一下吧。啊啊！哇，做的真的真好！感觉鲨鱼妈妈晒了很多日光浴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谁是胜利者呢？选出胜者吧！当时我看不到是谁赢了，不会吧？是我吧？我赢了，怎么可能？接下来请展示第三张图片吧！哇！鲨鱼奶奶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嘟噜噜嘟噜。好，这次呢，在鲨鱼奶奶和鲨鱼爷爷之中选一个画，不出就说出来的不。我可以先选喽，我选择。应该画起来没那么难的鲨鱼奶奶。哇，我本来就想选鲨鱼爷爷的。真的？嗯。左手？你是右撇子吧？我可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用的都是右手。我是左撇子。我也是左撇子。啊！不错。
啊，胳膊好疼啊！结束，虽然是用左手画的，但很不错啦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有点奇怪哟。波尼刚才用右手画了，没吧？你刚刚用右手画了，没有说什么。好，第三个，来确认一下吧。1、2、3，哈哈哈！哇，看我的，超级漂亮。你的像青蛙，还不是呢？好像一只青蛙。是鲨鱼爷爷。哦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谁？哦，把这个摘掉吧。不是，这到底是谁呀？怎么了？是鲨鱼奶奶。从哪儿能看出来？因为我画的是鲨鱼奶奶，所以没画几颗牙齿。看我的画，鲨鱼爷爷白色的眉毛和白色的胡须。我也都画了，有老花镜，还给他画了几颗牙齿，还画了皱纹。哦，完美！朋友们不要误会呀，我们是用左手画的。好，请选择第三回合的胜利者。乌贝托，耶、yeah! ！竟然输给了青蛙。我可是鲨鱼爷爷啊！一点都不好笑。好，接下来请展示最后一个图片吧。我们在画画之前随机选出两种颜色，只能用两种颜色来画画哟。先闭上眼睛吧，不许偷看哦。啊，感觉这个，哎呦，我选这个。啊，这个，我这个，哦，反正都差不多。哦，这个，哦，我睁眼睛了。一二三，哇哇耶！其实这个还不错哟，我选的这两个，这个有点错。哦，金妮，你现在欣赏我画画吗？啊，我的还没有熟，我先看看你画的。红色会不会太吓人了？不会，怎么会？松饼在烤的过程中，也许会变成粉。好，最后我们要把胖胖虎翻过来，1、2、3，呀！哇，哦，我做的太好了！等一下，我做的也不错哟。看看，选出最后的胜利者会是谁呢？拜托，选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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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！我做的很好。今天金妮和波尼一起尝试了鲨鱼宝宝绘画对决哟，不知朋友们怎么样，看得开心吗？那么金妮和波尼下次会带来更有趣的视频回来哟，拜拜！嘟噜嘟噜嘟，嘟噜嘟噜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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